在辽阔的草原，当想起我站到梁山上，祖国的山山水水连着我的心，绝不容太浪来侵犯。本支舞蹈一共分为前奏 A、
B、C 结尾五部分动作教学。首先是 A 段动作前奏的六个八拍，身体面向一方向，右脚点地在左脚脚踝处，左手勒缰绳，右手叉腰，向前上右脚，同时右手向上扬鞭，右手向下挥鞭，同时下蹲上身前俯。看一下节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接下来双手从身旁起，五指张开，快速抖动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压下来。压下来的时候，左前右后两个手前后的关系。接下来向前，双手勒缰绳的动作，重拍向身体的里侧。我们脚下是脚从后面滑上来，右脚走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向后退，右脚，左脚，四步，七八，停到左脚在前的位置上。我们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起手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，退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下面是 A 段动作十个八拍，我们分三部分来学习。首先第一部分三个八拍，我们结束的位置在双手勒缰绳，从骏马开始，双手从旁起，五指张开，抖于前侧，双手还是前后的位置，右脚上蹲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从第二个八拍开始，我们的双手依然是前后双手勒缰绳的动作，重心在里，重拍在里，一二三四，我们脚下做摇篮步，重拍在左侧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接下来身体慢慢的向上涨，五六七八，继续到我们的右手挥鞭的动作。来看一下节奏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二部分，右上左下握住钢枪的动作，右手在肩前，左手在胯前，我们脚下进行斜方向的跺掌步，左脚先，一二三四，扬鞭下蹲，直接转身重复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接下来双手打开围住身体，左脚上右脚点换，右脚上左脚点换。好，我们连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三部分，左叉腰，右手单勒缰绳，进退步，上二三四，退六七，向前二二三四五六，左转身向后重复一次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肩奏的动作，向前四次硬肩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向后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下面是 B 段动作十个八拍，还是分三部分来学习。第一部分，双手提压腕，注意硬腕的时候手腕子主动，不是指尖主动，左脚向前，一二三换，五六七，撤脚，二二三换，五六七，向前，肩前，二三四交替，六
七八。我们口令一次：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交替六七八。第二部分动作，双手从旁起，贴着身体落下，扶着衣襟打开以后，用腕去主动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的脚下是向旁做马步上身的横移，移重心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在这个动作之前，我们先双手向上起一个八拍，口令一次：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走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三部分，重复一下 A 段的第三部分一样的动作，我们加入了一些手的元素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加手，二二三四五六，提压腕向后重复，三二三四五六七，加手，提压腕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回的时候左手压于胯前，右手向上提腕。下面是 C 段动作，十四个八拍，其中最后有四个八拍是重复性动作，我们来学习一下。第一部分，双手向前撒出去，向后双手勒缰绳手，拉回至胯前，我们脚下右脚前进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做四次。接下来我们做跺掌步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转身。第二部分重复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跺掌步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们接重复性的第三组动作，再次升级加肩膀，上步二三四五六七，加肩加腕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重复四个八拍动作，二八点上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退，二二三四五六，看重拍，下，二三四下，六七换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最后结尾动作五个八拍，学习一下，结束。直接右转身，右脚向前，双开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转，左转身向前压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三个八拍，右脚上，双手向上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重复我们做向前撒缰绳勒缰绳三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最后一次站住，最后收好。口令一次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，不动，收好。本支舞蹈的教学就是以上部分，
有基础的同学可以跟这个教学的视频来学习。如果您是零基础的舞蹈爱好者，一定要来迪迪老师的公益直播间来学习。民族民间舞蹈一定要从基础的动律、元素、体态和民族传承文化开始学起，不然我们的舞蹈体现就不够风格和韵味。感谢您的学习和陪伴，我是迪迪老师，再见。